王雅妮，四川音乐学院的青年老师，来吧。战斗已经把速度给你了，你一张嘴骂了，啊，再来。人们都叫卖的是人卖的，那只卖生意和歌手卖的，不信是唱上一首歌，看起都不了。谱面上讲你加了很多浮点，我觉得这不应该，起码有五个地方不应该加浮点啊，有些地方是没有浮点。这首变奏曲，所谓变奏曲就是变奏了，把神秘把马伊拉给变奏。马伊拉是谁啊？原来有一个歌叫马伊拉，就是第一段基本上就是原来的那个歌的形式，只不过呢反复了几次，永远是那个曲调。那么从第二段开始呢，它变成花腔女高音了。这胡廷江也因为这个花腔女高音出了名了，演唱者呢这个常思思也是因为这首歌成了成名作，成为啊现在大家喜爱的年轻的歌唱家。但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他一唱歌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瘦的关系啊，你们知道我说什么了吧？不是，我说的是他那脖子上的血管儿，我们看见了都鼓起来了，要不行你们再看看。那应该现在好好的是吧？现在好好的吧。唱第一句，你注意啊。看见没？这两个大字咚就起来了。那个，我没注意过，我有没有？看看。人们都叫我马伊拉，是人马伊拉。有吗？也有是吧？啊？没有啊？你说有没有？是人马伊拉。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我找个镜子去。当然这不一定不对，不一定啊，但是你的声音呢确实有一点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两片声带闭得太有点太紧之后呢就有点憋得慌，听着，咱们试试看啊，把话筒放
拉，给个这个音。啊啊！跟我一块唱来。啊！哎，这比你刚才那个好。嗯。哎，用大家唱。如果可以，我们都用这个声音来唱，应该很好听。哎，就是这样。人们都叫麦拉，诗人麦拉。来。人们都叫麦拉，诗人麦拉。没气儿了。你看，一没气儿就加这儿。这儿是给不上怎么办？这儿给不上怎么办？就给这儿，换口气儿，来，人，吸口气，保持住。人们都不是，吸的挺好，一唱歌，人们都跑这儿来了，字儿在这儿，声儿别过来啊。人，对，人们都叫我蚂蚁了。弹起咚咕啦，咚咕啦，又挤上了。弹起咚咕啦，咚咕啦。弹起咚咕啦，咚咕啦。咚咕啦，咚咕啦，往后一点。咚咕啦，咚咕啦。啦啦。啦。弹起咚咕啦，咚咕啦。弹起咚咕啦，咚咕啦。人们跑哪儿去了？什么人呢？去大胡子。我是库尔班的树，北方的人们。不是，小伙儿。来往人们，成大叔了。这是鸡，鸡，对，就是这个，就是不能每一声都放在气上，它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呢。它不放在气上呢，就用这儿使劲，这儿使劲是没声的。来学学，人们都叫我蚂蚁了，是人买了，牙齿白，声音好，歌手买了，看筋起来了。劈开，放这儿唱，放在气上，别太过，半打哈欠。人们都来走。人们都叫我麦拉，是人麦拉，牙齿白，声音好，歌手麦拉，高兴时唱出一首歌，弹起咚咕啦。天上啊，啦啦啦！哎，放松的放下来，把这都松掉，都放在气上来就行了。啊啊啦啦咕啦一啦啦啦啦，啊啦啦咕啦一啦啦啦啦啦啦，没使劲儿啊，来。
人的，往下唱。
的红颜的家，来啦来啦，哈姆拉库来啦来啦，哈拉拉库来啦呀啦啦啦啦。不是我这胳膊疼，这两天这个姿势做多了，有旧伤又复发了。又蹭弦儿，别蹭弦儿，哎，点到为止，来、哎。都已经是老师了，他学了那么多年，他不存在基本功的问题，存在什么问题？观念问题，审美情趣的问题。什么样的声音才是好的？什么样的声音才是科学的？让人听着，哎，舒服的声音。说白了，就是怎么样用你各个器官和全身的每一块肌肉来协调和平衡你的发声，怎么样获得一个纯净的、松弛的、集中明亮的声音。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他就是个典型的案例。你说他做不到吗？他完全做到，但是他还是一个歌唱的习惯，一个审美情趣的问题。像他这样的学生呢，就是要改变观念。要唱得那么高怎么办？就是说还是一个真假声的结合问题，就是用声带的哪一部分去震动，闭合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位置和气息的关系，这些东西老师其实就是一面镜子。照照自己怎么好看，我就是你的镜子，照一照。第一句应该怎么着，我看看记住了没有。他明白，但是想做到还要一段的距离，要不断的磨练。哎哎，再简单一点，像说话一样，别用方法，所谓的方法。这尤其这个音区就像张嘴说话一样，还是那样用上气说话去。哎，人们都叫我妈呀，弄了半天也没声，也不是那个意思。哎，很简单，放在气上说话。人们都叫我马伊拉，人们都叫我马伊拉，人们都叫我马伊拉，诗人马伊拉。听就完了，再来。高兴时唱上一首歌，弹起的呼啦的呼啦，来我
的在即来往人们即在在在我的即在我的你看这是在上面呢这个喉头他的问题就是没放下来就是没有保持把这个喉气啊素子我昨天说这个素子没放低放低了一直放下来唱就好听了来一张嘴他放下来来来往人们挤在我的屋檐底下买了来了喊了哭来了来了喊了哭来了呀啦啦啦啦我是我的姑娘名叫买了年轻年轻的哈看喉结是低的往上里往里唱的年轻的哈萨克人人羡慕我谁的歌声能和我比